小狗眼睛红了是怎么回事？魏新立，职业兽医师。小狗眼睛变红，有可能是因为结膜或者角膜受到了刺激，比如洗澡时香波进入眼睛，风沙等刺激角膜，或者是存在眼帘内翻，导致眼帘的睫毛刺激角膜等，都有可能导致小狗的眼睛变红。主人可以尝试使用一些成分比较温和的洗眼液给小狗冲洗一下眼睛，之后给小狗佩戴好脖圈，导致抓挠，观察小狗的症状有没有改善。还有可能是小狗的眼睛存在感染，比如病毒感染、细菌感染等，也会导致结膜因为炎症而发红。最后呢，还有可能是小狗出现了过敏的反应，比如疫苗过敏、发混过敏等。不过这种情况下，小狗通常还会伴随其他地方的黏膜水肿，比如口腔黏膜水肿、结膜和第三眼帘水肿等。